大家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预备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到啦！就今天晚上演出顺利，大家也看得非常的开心。就是刚刚呢，好不容易你吃饱喝足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？好，第一就是，一样还是要提醒我们，喝到酒就要讲什么？喝酒不开车，对，开车不喝酒。好，要麻烦大家记得，进出的时候都要注意安全哦。那当然，我还是要小小提醒一下大家，因为。